是有吗？你立蛋了吗？是什么？超没默契。刚刚记刚刚的团序就已经脑袋混乱了。对，那你可以讲一下。好，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议题呢，是关于这个宠物贩卖的部分。就是在多伦多政府都已经宣布，就是禁止一些非法的或是比较极端的宠物贩卖。而且宠物是大家的好朋友嘛，好朋友就不应该用钱去买，因为用钱买的话买不到真正的友情啊。对啊，所以啊，大家以后在领养宠物的时候，不是，大家以后想要养宠物的时候，要用领养的方式来代替购买。对，因为现在有非常多的流浪狗。4号的那个高频可以少一点，对，高频最上方，高频地区的不好笑也有人笑，好心情啊，没有掉了，都好好笑，人红了就是不一样。房间3号，麦克风3号可以关掉，没有掉，没有开玩笑的吧，还是要有，好，嘿嘿嘿，然后就是用领养的方式代替购买。让我们人类跟动物的相处关系呢更自然、更和谐。然后大家不要购买的话，那些繁殖场呢，它就不会一直的繁殖那些所谓的配种。然后你知道吗？小时候有念过生物课，不是说近亲相奸吗？那个法国的那个皇室不是因为都那个同一个家族的那个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就大家就会开始有一些病变。狗狗也是一样，猫咪也是一样。你同种的其实比较容易发生一些病变，更何况是那种很极端的，就是我要红贵宾就红贵宾，还要纯的红贵宾跟纯的红贵宾这样，那其实是一个蛮恐怖的事情。然后他们就整天在那边繁殖，然后被送到那个宠物店里面，关在小笼子里面。然后你经过的时候就哇可爱哟，然后就想把它买回家。可是你不知道它妈妈其实在那边一直生，是很悲惨的命运这样。所以我们都是共犯，我们如果去购买的话，其实我们也是让那些繁殖场更有理由去这样子繁殖。所以我们要从自己做起，我们就先不要购买宠物，好不好？好。OK。那这首歌写给我的狗狗茶叶蛋混血儿。那一天我遇见你，在黑夜里我的生命出现了全新的意义，快乐画面描绘在新的每一天，要用我的一辈子去怀念。
就是爱你。
嘿嘿嘿，好，马上有人上传，是不是？